在赞亚格兰族的遗址。真的很好奇上面有什么。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啊。我们在路上看到神，好熊，还有狐狸。我第一次挑战那么难度那么难的东西。反正就沿着这条路一直上嘛。我们应该要走那一边的路才对啦。然后还走走走走，然后就到遗址，然后我们就在遗址里迷失了方向。我看到突破了，要出去了。